膝盖与关节疼痛是许多中老年人生活中常见的问题，它可能源自多种原因。关节疼痛让我行动非常困难，上街买菜爬楼梯对我的生活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有时候睡觉都会感到膝盖在痛。膝盖疼痛让我很少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在日本，人们平均每天下跪35次，对膝盖软骨的维护有着极高的要求，因此我们专门为中老年人膝盖软骨修复而设计了全新的关节疼痛解决方案 Tamakosami， 对中老年人膝盖修复更有效。经过连续6年日本销售冠军， Tamakosami 已经成为日本中老年人膝盖修复的领军产品，只需14天就能开始感觉效果。 Tamakosami 能有效刺激您体内的关节软骨修复功能，让您的膝盖恢复活力，重拾轻松的步伐。核心成分埃哈蛋黄肽能有效刺激人体细胞修复功能，激活透明质酸的再生能力，从而促进软骨细胞的再生和修复。蛋壳膜肽能有效舒缓关节僵硬，减少关节的不舒适感，让您的膝盖在活动中更加灵活自由。之前膝盖疼痛让我在做家务的时候非常痛苦，后来服用了Tamakosami后，现在做家务上下楼梯膝盖完全不痛了。我最喜欢带孙子们一起到户外游玩，之前膝盖疼痛让我没有办法和孙子们一起在户外打球和玩游戏，让我很伤心。自从服用了 Tamakosami， 我的膝盖疼痛消失了，现在我又可以快乐的和孙子们玩在一起了。我是一位退休教师，自从服用 Tamakosami 后膝盖不痛了，蹲上蹲下都没有问题了。 Tamakosami 让您的膝盖享受真正的关爱和专业的修复，膝盖软骨重生计划，重获健康的膝盖。经过临床验证，Tamakosami能够在14天内开始见到效果，刺激并修复关节软骨功能，显著减轻疼痛感。主要是因为 Tamakosami 含有埃哈蛋黄肽和蛋壳膜肽，这些成分是从鸡蛋中提取而来，能够有效缓解疼痛，促进人体软骨细胞再生，针对中老年人更有效果，吸收率比 glucosamine 更高3倍。有了 Tamakosami 膝盖软骨重生计划，您不必再忍受膝盖疼痛的困扰。每个月日本拥有高达100万名用户的亲身体验和肯定，而且我们的质量有保证，更投入了美金200万的产品责任保险。现在就是让您的膝盖重获新生，重拾那些因疼痛而错过的快乐时光。 Tamakosami 是日本上市公司 FarmFood International 诚意推荐的产品， Irrational 是 Tamakosami 的授权经销商。 Tamakosami 对中老年人膝盖修复更有效，